Ê, bầu ơi.把这一个。Hello，Hello，hello. 今天是我们的 Hari Merdeka，我们的国庆日。好，它仗还没有开始，我这今天这个 Facebook Live 的这一个线上看店的这个 tour 呢，那来跟大家有个互动，请问大家懂不懂？今年是我们马来西亚独立的是第几年？啊，我相信啊，如果今天早上有看 Facebook 或者是有看新闻的，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啊，顺便在这边考一考，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子民哦，我们必须要知道，诶，到底今年是我们的独立以来第几年呢？看看线上有没有人答到这个问题呢？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如果有些顾客或者是有些外国的顾客呢，他问我们这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答不到哈，我们的哈面子放在哪里？就是那头要拿去砍了。如果粗鲁来讲哈，所以一定要知道哈但现在如果你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诶。在这一个店面，如何的是可以，可负担的这个店面？那屋子我们有很多 affordable house 啊，Rumah Selangor 啊，Rumah Wei，好，我们不要讲一般上比较贵的这些 condo，店面基本上是没有这些 affordable 的。那单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个价钱非常的便宜，那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拥有这个双层的店面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那分享哦，我看到 Andra 厉害嘞，你真的啊，真的是很 proud of you。哦，我们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呢，今年是64年哦，Selamat Hari Merdeka 哦，所以今天呢，我也创作了这一个我们公司的这一个 uniform 呢，也是有一个大马的国旗在我的这一个身上哈，我的衣服上，所以也是应急一下哦。那顺便今天我已经reserve 了，今天与大家有约，就是大家一起去看这一个线上看房看店。然后基本上很多人想，哎呦，现在我不可以出门啊，或者是现在还是在这个lockdown 里面within 10 km 哦，是因为我不能出去。那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 OK。来，大家在线上一起互动，一起看店，哦，让大家在家，在一个安全的这环境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个黄金的机会。让你只是因为这样，或许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店面了。Hello, Dick Fu，哦，interested，OK，谢，Shelly Ham。哦，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朋友哦，线上的朋友，OK，陆陆续续的进来，记得别忘记了，你要 tag 更多的朋友哈，tag 更多的朋友，让他们看到这个 live，让他们知道哦，原来在 Selangor 这个地点呢，还可以找到这一个不到500千的这个双层的店面。啊，记得 share 更多的出去，tag 更多的朋友，哦，share 分享给那些一些组这些 group 或者是你的身边这一个 Facebook 的朋友。好，现在我站的位置就是坐落于在这一个 Rawang 的哦一个地标里面哦，在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地区呢。那很多人说，哎，拉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点？那拉旺其实很大哦，这个是其中一 part，我要跟大家分享的。OK，其实这边呢已经拥有在附近呢。OK，我们今天讲的是店面嘛，店我们需要一些顾客。
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潮嘛，没有人潮谁来消费？那其实在这一边呢，我们距离托大概是 1.5 个 km 哦，其实它是可以在这边已经有实实在在的千多家的屋子已经在这边住了一些。基本上哦，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让大家看一看这边的入住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如果一般上有入住率高的话呢，在人潮就会慢慢的填满，就会很多，因为你看到这边的陆陆续续都很多很多的发展。好，那哇，我看到很多人开始进来了，记得 share。 Hi Joanne， Hi Josephine， Hello， 大家国庆的快乐。好，今天是一个假日，好，我觉得透过这一个大家吃饱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看店。那首先呢，我开始 share 更多的朋友，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短片。来，虽然今天呢是国庆日，所以我特地了跟这一个发展商要求了，因为今天他们没有开工，所以我就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哦，让大家来到这一个现场，这一个 site 的现场，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诶，到底这个 progress 是怎样。因为在这一个 pandemic 的时候，很多人担心，诶，发展商会不会起到一半不起呢？啊，所以今天我这今天的目的就让人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得到我身后的基板上，你看他们已经在七七八八已经油着漆，然后基本上他们还是做一些 interior 的一些的top shop finishing， 然后过后呢他铺这个路啊，哦，根据发展商的他的一些 information 呢，在今年年尾就可以完工，哦，就完成了这一个店面。那首先我还没有带大家进去这一个店面里面看看它的那个里面的这一个设计的话呢，哦，我们总共这边最后一期，因为怎样讲呢，那我现在带大家看一看，其实我们这是有一共有四期在这边发展。 Phase 1我们是双层的排屋，哦，20-60 Phase 2也是双层的排屋。你看到我身后那一边呢，就是我所谓的 Phase 3。所以呢，我们的发展商可以讲已经起好了这些的屋子，他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哦，他们是可以 complete 的。那再加上呢，最后一期呢，我们就是起这一个店，哦，那这一个店呢，一共有72间。哦，我们有一套戏叫72间房哈，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72间的这一个双层的店面，就是我身后这个白色的。好，哦，刚刚他们还油了漆，在上个礼拜。那72间呢，那有的是像大路边，哦，你看到我这是像大路边的，哦，那买大路有些人，哦，我喜欢大路边也是有，哦，那当然像另外一排呢也是像屋子。所以讲72间不多，那如果可以在 Selangor area 还可以找到这一个价钱的话呢，而且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第一它是 freehold， 那距离 KL 不到半个小时已经可以到达了。那我自己本身呢，哦，我的 office 在 Cheras， OK， 那 Cheras 过来这边大概也是在35-40分钟也可以到达。如果今天你是在 Kebon，OK， 或者是在斯莱扬，或者是在 KL 加上一波的话呢，恭喜你，说你来这边大概25分钟都可以达到了。那基本上，如果你是住在以上刚才我讲的这一些亲戚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旺区在 KL 格邦斯莱扬，或者是在这个哥达达曼沙拉，问一下自己，那边的店面要多少钱？最少要 1.5 个 million。哦，1.5个 million， 因为我们做买店的话，哦，银行只是借我们是80-85%，那你最少要准备就是 20% 的这一个投机钱。那基本上如果你要买店的话呢，整个你打开报纸或是你打开你的 Facebook，多少个 project 有在 launch 这个店，好，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看其他的 development， 当然还是很多，那店面是非常非常差，尤其是这一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店面呢，哦，是
没有讲 mix development， 是在楼上有没有 condo 没有的。好，基本上以前我们的这些店面啊，好处是哪里呢？第一，你是不需要给这个庞大的 maintenance fees 哦，所以说呢，在这边的话呢，那你就不用给这个每个月的 maintenance fees， 而且哦，你要容易出租，因为刚才我说过了，这边有超过1000家的屋子已经在这一边了。好，那事不宜迟，那因为太阳太晒了，那我们就进去这一边，让大家看看你们里面的这些架构是如何的呢？你看得到，这个一般上我们的这个店面呢，都有一个走廊，对吗？那这个走廊是大概是7尺到7尺半，所以你看得非常的宽。然后加上呢，那在这一边，你看到身后的这旁边这边右手啊左手边呢，有一个沟渠的位置。其实哦，它的 corridor 除了这一边的话，这一边也是行人道来的，好、哦、行人道来的。然后来到了这一边，我带下去比较清楚一点，跟大家说，这一边呢才是我们的这个 car park。所以讲，如果你在你的 parking 一下车的时候，你的门面哦，大概是18个尺的这一个距离才到你的门面。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个饮食的话呢，那前面如果你要摆放这些桌子呢，也是非常的宽阔哦。那主要你是申请当地政府的哦一些license，你的座位就可以摆出来了。好、哦，所以是非常的这一个比较宽的这一个我们的进出入口啦。来，好，看到它吗？所以你看我们的地砖，你看当然还是有一些有不一样的颜色调配、哦、有黑跟白，所以看起来整个这个店面呢是非常的美观的。好、哦、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而不是还没有起或者是还没有推离的这一个发展，它实实在在齁、哦、在今年年尾它都可以拿锁匙进行你的这一个你的这个生意齁、哦。如果今天你是做这个网卖的话呢，那网卖的话你需要的是一个空间，还有一个进出入口，好，高速大道是非常的重要啊，你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在这边做 online， 或者是在这边做你的 storage，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哦。所以，而且你不担心这个店面，哎，还是要等到多久啊？哦，才可以起好。哇，线上有好多朋友 ，Hello Jamie，Hello 下午好 ，Hello Jenny 哦。哦，我必须要小心一点，因为在工厂哦，必须要很谨慎。Hello Jenny，Hello Jamie，Hello Rester， 来 tag 更多你的朋友，让他们可以看到哈、哦，让他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不到500千的这一个店。那就是因为有些我们老人家有些说哈、哦，一铺养三代啊。哦，今天你买了这一个店面，以后在年长的时候，我们这个店面租出去，我们没有收入，没有做工，但我还可以收租，那就避免了，就是也可以讲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计划了。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我们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要买一些店面的话呢，以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的一点点的我们的养老金也不错吧。所以再加上，而且这一边的地理环境也是非常的有潜能。好，现在呢 ，OK， 刚才有介绍过这一个七尺的这一个 corridor 呢，那慢慢的让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里面的这一个店面呢 ，OK， 你看到吗？它的气已经游完了，所以你看到的它的ceiling height是蛮高的。那ceiling height高的好处是什么呢？那第一，如果你是进行一些做一些玻璃或是 aluminium， 或者是有做一些storage 的话，那它高的话，你可以做一些 racking， 也不会阻挡到你的这一个那个 ceiling height 的压力哦。所以你看得到，如果今天你是从事这一个修车的话，那你的车当你的 jack 放下去的时候，你的车还可以上到很高，所以也不会顶到你的头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很适合任何一个生意的这一个店面。那大家和大家说，这个店面呢其实是20×1 65，20×65，你可以看它分别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在这行业13年了，然后基本上一般上的店面是20-70或者是22-75，它分别只是一个5尺罢了，那它是双层，看到吗？一般上的店面我们还是有 allocate 的两间厕所在这一边，那里面的厕所呢也是跟我们现代的这个物质呢是互害的， OK？一般我们的住家的物质厕所呢都是腐坏的，那还有以前的这些店面还是来到大概是 1.5 meter high， OK， 这边就外面就是，可是里面呢它是比较腐坏的，所以麒麟高的话，你整个店哦看起来是非常的看起来是很大间哦，所以这地点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呢？其实你自己看。刚才我所说的距离 KL 不是很远，而今天不是在这一个所谓的或是 outskirt 的一些州属，或是 Malacca 啊，或是Ipoh， 我相信如果在这个以上的地点也不会便宜，我看至少还是要6000-7000啊，在Selangor还可以拿到价钱。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今天还是要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而它这个价钱呢，而不是只是单单 Grand Four， 那它是双层嘛，刚才我们讲到，而且它是大店的，你有没有看到一般上旧的店哦，以前它是一个 single phase， 那我们的这个是 three phase 的店，所以如果你们要店面比较大的也是可以。那今天现在呢，我就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身后这个上去这个二楼的看看，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在这一边呢，它的楼梯也是蛮宽，而且它虽然我们的麒麟很高，我们也不会做到好像很你要上楼梯的时候很辛苦啊，而且里面的麒麟也是蛮高，所以刚才楼下跟楼上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楼上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到它会看起来比较长，因为20-65那有7尺呢，我们已经占用了，是要做那一个corridor嘛。在如果在这个楼上的话呢，它已经是这一个20-65的整个这个 size 啊。那一般上这一楼呢，你可以做什么呢？那你可以做一些 office 用途 ，OK？ 或者是以后你要两层一起租出去都可以，因为它有。它已经有两个这个 DB box， 它的电力啊，它是可以有分出来的。加上那当然我们的店面水是一个 meter， 那我们的发展商已经很仔细。那如果我们要租出去的话呢，它已经有一个位所谓的它拿来做运动嘞。如果你以后有一个 different tenant 的话，你按一个 meter， 你就有一个reading meter 了。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身后这一边后面的话呢，其实也是蛮宽的。如果你们有打算是有上货或者是下货的话呢，那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来自 KL。或者是在这个 Cheras 或者是在 PJ 的一些顾客，他们都来这边买店，是因为在那边可以买不到这样的价钱，而且这边的价钱相对比他那个KL area Kupung area Cheras area 可以买大概是3-4间，所以看其实你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麒麟呢刚才我们高峰忘记和大家讲是 13.5 的麒麟海，所以比起一般的那个麒麟海是高。那你看得到如果今天你是做 office 的话呢，那 office 一般上我们需要用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麒麟嘛。所以你也省了很多钱，你不用的特地的去叫人去安这一个麒麟板。它到时候 complete 的时候是已经有所有的麒麟板在里面的，所以也是在这方面让你可省了很多很多的钱。来继续的分享更多的朋友
tag 更多的朋友，让他们知道。OK， 我看到开始陆陆续续有人问价钱了。Hello Ken Sun， 我看到 Ken Sun 有问 rental how much at that area？ OK， 其实哦 ，rental 来讲哦，在这一边 ，OK， 好的是已经有这边附近的这些店面呢，而且很靠近罢了，大家的 size 也一样哦。Ken Sun， 我今天来跟你讲哦，这边如果双层一起租出去的话呢？那是大概是楼下是住2000，楼上是住500块，哦，这个是同一个天呢，你拿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2500的这一个租金回酬率了。那现在在线上的你，拿一个计算机来算一算，如果今天的这个 property 才400多千，我们每个月可以租到2500，2500不是我说了算哦，好，线上的朋友。2500是在这一个我们在这些 property 的这一个po 的这一些网站，你可以 search 一下，你就知道它的租金，哎，已经在了那一边。那当然，如果你分开租的话呢，那楼下如果像大陆的，一般上可以去到2200到2500，只是单单楼下。那楼上的话，你可以去到1000的租金，那加起来可以去3000多。哦，我不是讲哦，两年好啊，几好或是几十，现在哦，它有这样子的回酬率啊。所以，而且它的 how much you want。OK， 对了，阿妈请问 ，OK， 好，所以再加上呢，其实呢，这一边不是单单我们这一个店面啊，有在八九年前有一些店面在这一边的。那我们看回它的 subsidiary transaction， 那如果你们可以带那个我们叫做 Adenium Inda 的话呢，在这个 Adenium Inda 你看到所有的 transaction。基本上我们所谓的这一个店面的这一个 transaction 的价钱呢是在580到750千 intermediate。哦，你可以去试试，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在有成交过的这一个 transaction。所以你们可以，所以今天如果你买的话400多千，线上的朋友哦，他已经可以说是 below market price 了。那再加上哎，附近有的，你看我们在这一个楼上哦，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前面的话呢，我们向大陆这一排店呢，是面向这一个我们的重工业的所有的工厂区。而工厂区一般上以后他们吃饭的时间也好，或者是他们要买一些东西也好，那已经最靠近的这个店面，啊，是他们必须会去的一个地方了。哦，所以他已经在，你知道吗？我们的如果你有加摩托的线上的朋友们啊，一般上我们摩托后面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摩托的箱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雨衣，或者是一些头盔，有听到一个很熟悉的牌子，就是叫 GIVI，GIV 这个牌子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店面的对面罢了。那除了以外呢，还有 APM，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这个牌子 APM 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一些做 plastic 或者是做一些车的 accessory， 它也是在这一边。那再加上在这个 Adenium Inda 呢，它也是在我们的 Port Louis。哦，我们的 Perdua 这一个的生产区，它这边有几百个 acre， 哦，它的工厂就是在这一边了。那听说在一些官方的这一个，官方的一些网站，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所谓的这一个雪兰莪 Selangor 那一个 furniture， 哦，我们的家私工会 Selangor 的，我看到一个报道了，然后听说他们也会在planning 这哦，在这个 Selangor 靠近，可能是在这个地点里面哦，如果你有知道这相关的这一个推文的话呢。PM 我就会发这个讯息让你看到。好哇，还有谢谢你们呢，陆陆续续把这个好康呢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来，那我们看过了楼上了，那我们就现在下去楼下。OK， 我们先拿一些东西先哈。那待会呢，我就会带大家去到四周围的环境来考察一下，哎，到底西文你讲这个2000多块的租金有没有租，或者是不是很多空店？那你们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啊，为什么呢？那你才知道我讲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基本上今天我只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店面。那
我只是不想大家有错过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人已经下单了，很多人已经买下这个洞店。那我们今天的单位不多，所以在线上的一些我的朋友们哦，我的朋友们，所以必要减下呗，收大概是多少钱呢？那其实我们的店面，好，这一个双层的店面，刚才我介绍过的，就是我们的价钱是448,200开始 ，OK。所以你看到我们的 booking fee 只是单单的5,000块 ，OK。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这一个还没有拿锁匙之前，你 booking 的话，或者是看到这个短片过后，你觉得这个 Facebook Live， 哎，这个店面你是在找着，或者是要进行一些的小生意，或者是要买一个店面以后，你可以有一个退休的计划，让你怎样去钱赚钱。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配套是非常的吸引哦。So save up 大概是75,000的，好，你单单只是用不到500,000的价值，你就可以买到拥有这个双层的店面。哦，基本上如果在 KL 的住着的你们哦，那可以讲 condominium 也未必有这样子的价钱，而且它是不用给任何的杂费在每一个月里面。好，所以而且买新的另外有个好处什么，哎呀，头期钱很低哦，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可以拿到这个店面。那在今年年尾你就有可能做店主啦，然后再加上所有的这一些的这一个我们讲的 lawyer fees 是全包的哈、哦、，lawyer fees 是完全不用给。那再加上哦，印花税的话呢，贷款的印花税也不用缴付的。哦，那我们讲屋子里面，我们的residential condominium 也好 ，land 也好，我们政府在推行什么呢？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 HOC 哦 campaign， 那店面一般上是没有。好消息，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好消息 ，because of 这一次的这一个 final land 剩下的单位 limitation， 所以发展商呢就是讲 MOT 哦，大概那边整10,000块 ，MOT 也是包哦。如果你七除八扣啊 ，lawyer fee 来讲哦，这一个价钱448,000哦，线上的朋友们哦，所以如果扣起来，个名费啦，论 stamp duty 啦 ，lawyer fee 啦，其实基本上哦，你才买这个价，这个 property 双层的，才400,000左右，400处啊，朋友们。所以好，那今天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一个关于这边的店面哦，来，我让大家可以看一看哦，在外面的再看一看哦，从外面里面看一看到底。他是比较清楚，因为刚才有些人比较迟进来，好、哦，哇，陆陆续很多朋友 ，Hello Irene Chu，Irene Chu 有问到 ，OK， 这地点呢是在于这个 Adenium Inda， 在这个Rawang 的一个地点来，我转去让大家看到这一排店的外观 ，OK， 是很它的 facade 是很 modern 的，有看到吗 ？Hello Carol。Hello, can you? OK, 刚才有听到齁、哦、这个 location 在那个 Rawang 的，在这一个Adenium Inda 齁、哦、你上网 search, 你就 search 到的。OK, 距离吉隆坡也大概是25到30分钟你就可以达到。好 ,OK, 对对对 ,share 多一点，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诶，买店就要趁现在哦，在过去的话呢，因为很少有发展商在起这样子的店，因为地越来越贵，哦，这样子的店面起得很少啊，它的所谓的这一个 GTV 是很小啊。当然，很多发展商有这个商业地的一般商，它是 maximize 嘛，就是一定起高楼，你所看到的。哦，好，等一下，记得哈、啊，对，刚才有些在问的一些线上的朋友哦，刚才你的朋友 tag 你们进来的，他们都很清楚，因为有些人他已经是在邀请你进来 ，OK， 我们公司有相关这个 project 真的非常的值得的，哦，你可以过后呢，可以问他们。啊，这个 project 相关的资料哈、哦，任我们的任何一个的 connection 哦，他们都可以一一的让你们知道这个 project 的 details 哦，他会发一些flyer 啊，或是 brochure 让你看得到 ，OK？ 那接下来呢，
对，哇，好多朋友陆陆续续进来。那为什么要拿东西呢？因为我接着下来要带大家看看这边四周围的环境。那我们的赛已经看过了，过后呢 ，OK， 那我们就要看，就是啊，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啊附近的这一些的。好看哇，很凉，然后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多一下的，然后等一下我会带大家看到附近的这一个店面，因为你讲坐店嘛，买这一个店面，那附近的环境哦，你今天的主要的是你在家，我也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好如何的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现在还要走这一段路，不可以走太快，因为在工地嘛，工地都是很多一些陷阱啊，有一些铁钉啊之类的东西。我会尽量带大家看到附近的店面啊，因为你看到你才相信，才知道诶这边的环境。哇哦，陆陆续续的看到很多朋友。OK， 那好。那我们就把镜头放在前面，我看到我的这个助理朋友的同事啊，是非常的危险。好，就是你就可以转过来了。好，让大家看着我们前方的路，我们一起走。好，待会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去到附近的这一些 commercial lot。OK。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哦，它已经铺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路。那我们走着的是另外一排了啦，刚才我们是在前端的这一个店务。Hello 啊，这样子我就可以看看你的 message。哇哦，对 ，David Wan， 你讲的对，很 cheap 嘞 ，cheap。Yes， can chill， 是对，它是 free hold， free to hold。啊，永久地契，很多人是买店来保值，对 ，Carol 讲的非常的对，哇哦，对，因为 freehold 的话呢，以后它是 individual 代的，好 ，individual 代的 ，therefore 你是不需要给那些所谓的这个 maintenance fees， 对了，啊，share出去让大家知道，诶，两层的店面才448千，哪里找啊？今天如果你下订单的话，5000块你就可以订下这一个双层的店面。好，总共的面积呢，有是啊，总共面积呢是只是有2400个这个 square feet，OK，总共的 square feet 是这样大。哦，那我们的地呢是20×65，那。第一期刚才我讲过，第一期我们是起第二、第三，我们是起这个双层的店面，啊，不是那个屋子，我们屋子那时候卖哦，很好卖哦，383千，那时候的价钱，屋子哎，双层的屋子，牌楼，所以也是卖得很快，所以你看哦，店面才也是相差不多，你就可以拥有了，对。As high as possible 啦，当然 render 我们是要高嘛，因为前两天我带我一个顾客，哦，他是住在这个沙拉绍那边，那他也是从事这一个光种玻璃的生意，哦，所以他讲哦，现在在 KL 的这个 competitor 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去到一个比较competitor 竞争力比较少的地方，他讲这样子会比较有生意哦，所以他也买了这一栋哦，这一个双层的店面啊，也是他非常满意啊，他来到这一边，因为当他下定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一个线上这样子看，然后过后呢，当我拿到米地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来到这一边，我一看到哇，他很喜欢，他讲可不可以买两件？我讲老板啊，两件的话呢可以，可是我的单位不多，所以现在我就要去拿车，然后来大家看到附近的这一个那些店面。好，继续不要停哦，分享出去啊！现在是重头戏，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到哦。附近的这个周围的这一个环境 ，OK， 很好，走了一段路，等一下哈，等一下，我要交代一声先，听懂，能滴。
20 minit saya datang balik. 20 minit saya datang balik. Ya. Oh, 不好意思啊，因为要跟这边的一些人交代一声。哦，等下我还带回来，倒回来。OK， 好，现在我们去拿车，走，我们去拿车看看附近的环境，哦，继续的分享更多的朋友，让他们看到。哎呀，哈哈，所以你们都。 没有试过嘛？好，在线上看楼盘、看店啊！今天我就带 Facebook Live 这边看。Hello， 继续的分享出去。来，我要开车了，让大家看到这一个环境。OK， 下一点毛毛雨，好，我就让大家可以看到是周围的环境。All right， 然后我们出发。 那现在我们在这边出发到我们的一般上旧的店，大概距离有多远呢？大家等下都可以看得到。OK， so 基本上你看到左手边所有都是住宅区，右手边也是工厂区，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潜能的住宅区，一般上我们呢需要人来消费嘛，哦。 所以工厂区也是主要的是他们要买一些日常用品也好，五金也好，或者是饮食也好。那在我们的这个右手边，左手边呢，你看得到啊，就是很快就到达了我们一些 existing 的一些旧的店哈。好，你可以看得到这旧的店呢，啊。 所以已经是很满的。那当然，今天是我们的这一个 Hari Merdeka， 所以你看得到它哪一个店面呢？它会不会旺哦？你看有没有人吊牌啦？哦，你会看得到是没有人吊牌的。基本上你看没有吊牌，就证明是什么？这店面是满的。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店面呢，说它是九啊。 2500，你看到吗？这个熟悉的这个电器店，哦，我们这个看到吗？黑色这个建筑物的话呢，啊，所以这个电器店呢也是开了好多间，连续的开几间，哦，所以这边的店面是蛮旺的，哦，看得到吗？那当然今天哦下雨我就可能会下车，下不到啦，哦，今天。 你可以大家看到这边附近的2500的租金，各位朋友哦，你的朋友邀请你们进来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一边是已经是在哦有的店面，OK， 哦，所以2500你的每个月的工期哦，基本上你每个月的工期是2050啊。 2500罢了，所以如果你租2500出去哦，你每个月基本上有人帮你们供电，哦，供电，而且，哦，或许你还有一点几百块的钱，哦，进出你的那一个 passive income 的口袋里面，哦，所以记得 ，OK， 分享更多的这个出去，让大家朋友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这个店面呢。 哦，跟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一样，也是20×65，20×65，哦，是它是一样的店面。那刚才我讲到的那 transaction 呢，也是一样，是580千到这个700多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了。好，所以大家我看找个位置停下来 ，OK。 除了以外，哦，今天我带大家 round it round， 然后过后呢，我再会带大家去看什么呢？那刚才我没有提到呢，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屋子嘛，哦，所以待会我会带大家看到这个厂啊，这个店面呢是向后面，刚才我没有讲到嘛，我们的店。 有分向大陆或者是向那个屋子，你看哦，基本上向里面的这一个店哦，旧的啦，
都是满的，哦，都是满的。你看到很少他们是有吊牌讲要出租啊，是卖的。所以这样子的地方，你觉得会不会 potential 呢？那我就不懂。那只是我可以告诉你，它有这样子的租金，哦，这样子的租金，还有这样子的这个 transaction。OK， 嗯，所以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车流量啊，这边啊，所以如果你问这边的人潮什么人口会比较多，基本上你会看到我们的马来同胞会比较多，是占的大概是 60%， 而且华人做生意的哦，都是在这一边，大概是占了这一边 30%，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它大概是有8年的时间了。我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讲，以前这边的店哦，才卖300多千，对，的确没有讲错，300多千。那现在团结是500多千、700多千，我不用讲太多。啊，一个是做摩托的老板，他是在加兰一波，那他也是，有这个旧的这个店面，他就在我这边订了2间，应该怎样说呢？我们讲吃过回头草啊，哦，吃过甜头才知道这个地方好料啊，所以看得到，如果平时哦，在我身后这一边呢，主要的这个是大路，是车来车往，很多车流量的。那周边呢还有什么呢？一些 MK Development 哦，在这个国道达曼沙拉的 Pioneer Developer， 它也是在这边有发展的500亩。那我们的有一个 Tesco 的这一个 store 呢，也是在这一边。那接下来，我会带大家看一看，哦，其实这一边是很旺的，怎样旺呢？等一下我会带大家看到这一个周边的这一个商业中心哦，比可以基本上是很大，哦，比起这一个 SS2 啊，有的 fight 啊，真的是有的 fight， 哦，400多千的。线上的朋友，哦，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的话呢，就跟我们任何的一个 connection 或是要求你啊，邀请你进来 tag 你进来的，而，哦，不是他无所事事没有东西做 tag 你进来。那今天他是看到这个好康呢，想和你分享哦，因为刚好今天有做这个 Facebook Live， 哦，啊，所以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让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双城，而不是在这一个所谓的在郊外呢，是在这一个 Selangor area， Selangor area 都有这一个店面，你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就搞这个线上看店的这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加热。那反正今天是大家休息的时间，看看，好。如果你这样想找一些房地产投资，或者是你屋子已经有很多间了，啊，今天是时候收一些店面来长期的收租，啊 ，OK， 这个地点呢，如果你在网上面设叫 Adenium Inda 哈，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点，然后其实靠近这 KL 不是很远了。那我们让大家看一看这一边附近的话呢。你看啊，我们开始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店面也是蛮多 ，OK， 那它也是满满的。Hello， 哇，谢谢你们哦，哇，很多人进来看，对，所以这个店面的话呢，也是值得投资的啦，哦，所以你看车流量今天是假期日，哦。而还是没有完全的开放，你看到这一些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着这边很多人，很多人潮，哦，而且很多一些运输的公司啊，都会在这一边，或者是一些做一些冷藏的这一个生意，都会集中在这一边。OK， 好。地点是在这个 Rawang 的 Adenium Inda 哈，以 Adenium Inda。OK， 看到这边旁边，你看很多 logistic 的今天没有开工哦，看全部罗里趴在这边，全都是大的企业家，哦，不是小间的企业家。看到吗？这个地方是
很满很多这一个排场啦，有排场啦，有大场啦，哦，还有些店面呢。如果一个地方它是不旺的话呢，哪里有这样多人来做投资来做生意，对吗？对吗？我相信哦，大家你们的眼光去看哦，不要去看到哦还没有起好，你讲什么都可以。其实这一边我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店面呢，已经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成熟区，那你可以看得到这四周围的这一个环境。好 ，OK， 其实差不多要到达这个地方了，这一边，可以讲是左手右手都有一些店面在一起这啊。好，如果你们是有觉得是有兴趣的，那过后呢你就可以找我们的一些同事哦，让他们了解更多来看到这一个。而我们的单位剩下不多了，坦白讲我们单位还剩下十多间了，卖完了就没有了了。卖完了，我做了这房地产十多年了哈，十多年我没有看过对上我是有卖过不计加六了，600多千的店面哈，现在400多千，448千的店面，少之又少啊哈，少之又少。OK， 你看这样靠近我油站已经有好几个油站。好，我现在啊，大家不要走啊，这个是这边的旧店哦，我可以让大家看看这边的旧店呢。其实呢，它现在的这个店价呢是啊，这有些是3层楼，有些是4层楼。这边的店面呢是 transaction 哦，是 1.1 to 1.5 million。好，这边的我那个 site 过来这边其实也大概是在不到2公里啦。你看到满满的，有看到吗？啊，全部都是做门开门做生意。好，这一边 1.1 to 1.5 million， 所以我的那个距离 2km 不到。好，才卖一个448千 onward， 所以值得吗？是非常的便宜的，哦，所以等一下我会下去来让大家做一个总结 ，OK， 好，让大家看看哦，趁还没有下大雨还可以跑下去的情况下。OK， 刚才一下子断线了，现在我在这一个地点呢，刚才我所说的距离我的 site 这边不会很远，少过2km。 其实这边的店面哦是差不多有 SS2 这样多的这个店面的哦，看到我身后吗？是满满的哦，所以这边的店面除了以外呢，它是很少会看到空的哦，一般上跟刚才我的那一个双层的店面一样，都是很少吊牌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到这边的车流量，除了我身后这边，我可以超过，可以讲这是单单的店面哦，有超过200家。然后再加上哦，我这一边的话呢，后面也是有一些旧的双层的店面，而且在里面哦，它也是填得很满的哦，它的这个这个店面的 demand 也是非常非常的hot 的。而且你看这边而不是一个比较不旺的地方，而且是很旺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就是附近的这些环境。那到这边，如果你对我们这个店面是有兴趣的话呢，记得 OK， 来 PM tag 你进来的人。好，今天介绍这个店面2层的448千。好，你的第一投期钱不用紧，而且律师费是全免的，只要你用一个5000块，好，你的投期钱是非常非常的低。到底有多低呢？那在这个公开的视频呢就不方便讲，好，你就 PM 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告诉你，其实你的投期钱
单单一点点的储蓄钱，你就可以拥有这店面了。哦，好，谢谢大家的今天的收看哦，有讲了，来大家看过了我们的这个 layout， 也看过四周围的环境和附近的这一个潜能，说车流量也是蛮多，然后祝大家在这一边有一个快乐的这个假期，那希望这个资讯的这个 Facebook Live 呢可以增加你，让你看到哦，店面其实也是可以每个人可以拥有了，那我们只有十多间卖完了就没有啦。好，期待下一次的 project， 再让大家跟大家分享。好的，拜拜。